开始先不要恐怖，我们先看李冠仪的新书是什么嘞？宋美龄歌，叫做《哇靠》，好笑。或者姚天爷。哇、wow, 真的耶，其实以前我是真的没有屁股，我追求纸片人，就是前后都要瘦瘦的，然后只要有胸部就好了。你有考虑过我们男生？我不知道原来男生不是有奶是便是娘这件事情，原来其实要钱多吗？有奶也是娘，但是有屁股更好，是不是？对，而且女生哦屁股很难练哎。对，很多人都说女生要屁股应该要有很多的肉，那个肉其实是肌肉，不是肥肉。那当然。那里面有教大家怎么如何让屁股翘起来，还有正确的饮食，增肌减脂。您真是佛心来的，造福男女啊！好，来最新的书，谢谢大家喜欢，谢谢。嘿。鬼影来自无影中，灯火明灭，起风又到了每个礼拜一来自冥王星的鬼灯奖。有一群网友包下民宿，大家一起去欢乐，但是发生一连串的怪事情。一，女友睡到半夜跳到围墙上，说要跳楼，恐怖。二，同事在一楼睡觉的时候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最后还拍到如此的影片。怎么回事呢？请看。我想看。我每次都觉得很可怕，觉得很恐怖。他已经摔在地上了。他要去跳。哎呦，有点头探过去。一群人在民宿经历了许多怪事，在他们彻夜狂欢后，无意间录下这段恐怖画面。窗户外面的白色鬼影是他们也想加入的暗示吗？而且这是在三楼，这不是在一楼。是哦，所以外面是没有办法走人的。好了，那个影片为什么拍到窗户外面有恐怖的事情呢？因为那个影片外面是，其他的位楼层在三楼，那外面是不可能有人走过，所以说那个窗户后面有人走过才会这么恐怖。这个时候，请问一下。小娜老师，他们怎么了？其实这一群网友他们是包民宿嘛，嗯，就是发生这些怪事之后，他们有去找公庙老师问，那公庙老师是说啊，你这个是其中就是那一群朋友其中有一个的冤亲债主这样子，老人朋友这样子，但他又觉得怪怪的，所以他回去查那栋民宿的历史，嗯，才知道说。在那栋民宿，只要去住进去过，都发生过很多事情，就是有发疯的啊，不然就是出意外的。所以他就特别把这段影片寄来说，难道真的只是冤亲债主吗？那这边跟观众朋友，宣导一个观念：如果是冤亲债主，比如说他跟是我的冤亲债主，他就不会找其他人，嗯，因为没有用，因为没有因缘关系。第二个，如果今天是冤亲债主找你，他起码会有半年的发酵期。他不会，你到了某一个地方，他就突然就起这么大的作用，所以你们可能还要再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思考，可能跟那一栋建筑物当地有关系。嗯，但我觉得不要再去比较好。就是有的时候去那个外面玩的时候，最好先在那个，因为现在网络发达嘛，做一下功课，对，先 Google 一下，看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对，如果有发生的话，不要认为自己啊不会。对，因为这个是不一定的。那些好朋友最喜欢这一种，对，更会。好，那我们里面大概只有夏河西会这样。来，欢迎第一棒李冠仪。当一辈子的同学好吗？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我一个好姐妹，她在高中的时候发生的真人真事。那我就以第一人称来转述她的故事。记得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啊有一个女同学就转到我们班了，然后她其实个性非常活泼，然后大家也没有觉得说她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有一天，就是不到一个星期，她转来不到一个星期，有一天她突然在上课的时候，她就。然后就整个这样倒下去，就头就去撞到那个书桌，然后正当大家都很震惊的时候，有几个男同学速度非常快，就直接把他扛起来，然后就扛到了保健室，然后保健室的阿姨她就赶快去帮他做全身的检查，结果发现他已经没有心跳了，这时候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保健室的阿姨就马上打电话就叫了救护车，送到医院之后
传回来学校的讯息是他已经宣告不治，就在医院就走了。可是在他过世的这几天，我们班上的就异常的凝重，尤其是在他的书桌，很就是周围前后左右大家都特别的都移开一点，等于说很多人都靠得比较靠近另外一个同学，然后呢中间就空出来很大一个位置，就让那个书桌特别独立出来。因为那时候我们年纪也不是那么大，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就觉得怕怕的。那老师也不怪我们，所以就请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就把他的那个他的桌子还有他的椅子就说搬到我们学校的那个储藏室去放。可是隔天那个男同学就被一台失控的车子就撞上了，不幸中的大幸就是呢他只有轻微的擦伤而已。所以那时候他一到学校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放了书包他就到保健室去准备要擦药，结果呢保健室阿姨就请他坐到那张床，也就是那个女同学躺过的那张床。结果当他一坐上去那个床的时候，他就开始抓狂似的，就是一直不断的捶打自己，一直打自己，一直打自己。可是那个保健室的阿姨就是拉他，因为保健室阿姨还蛮胖的，其实重量还就分量还蛮有的，他怎么样都拉不住他。然后保健室阿姨就大叫说：“有没有同学赶快来帮忙啊？这个男同学疯掉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听到班上有男同学就冲过去，几个人一直拉的我们班上那个男同学。可是那个男同学很奇怪，莫名其妙的力气之大，就大家都没有办法 hold 住他。然后就突然有一个女同学就冲出来，就把众人拨开之后，把那个男同学的头就压在那个床上，然后就嘴里面就念念有词，不知道念什么东西，我们大家听不懂的。然后手跟脚就开始比划一些奇怪的姿势。然后他这样子做了，其实很快，大概不到两三分钟的时间，那个男同学就安静下来喽。突然之间，他开始慢慢的恢复了意识。然后我们大家就是旁边看到，等他醒过来，他就坐起来了。我们就问他说：“你还好吧？没事吧？”他就说：“啊，我刚刚觉得我好像掉到一个很大的洞里面，然后在这个洞里面，所有东西都一直往上飞。他说看不清楚什么东西，就一直往上飞，然后心里觉得好难过，觉得自己好该死哦。”结果就是处理事情的这个女生，其实在我们学校她还蛮有名的，因为他们家是开公庙的。就这个女同学呢，她就跟我同学男同学讲说：“你今天一整天你都要注意，而且你不要一个人，然后尤其在天黑的时候，你记得你下课之后要跟着我一起回我们家公庙，要去处理事情。”所以我们就很多人就轮流陪他去上厕所啦，吃饭去什么福利社也都陪着他去买东西这样。可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家已经到最后，就是到前一堂课，想说哎，反正他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待会就要跟着那女同学回去处理啦。于是在最后一堂课之前的那个下课十分钟，我们大家就玩疯了，因为一整天的紧绷，觉得啊这时候已经准备要松懈了。一上课这个男同学哎不见了，他就没有回来上课，所有人就去找学校各个角落都找遍了，厕所什么地方都找了，保健室也去看了，就是没有找到这个男同学。然后等到下课了，那个办事公庙的女同学就到我们班上来说：“哎，你那个男同学，你准备要跟我回去？”我们就说他不见了。结果那个公庙的女同学竟然说：“糟了！”立马的他就翻过身来，然后就往外冲。我们也就大家就跟着他，跟这个女同学一起冲，就想说他到底是知道什么事情吗？就没想到这个公庙的女同学呢，她竟然冲到了仓库。她直接到仓库之后，在门口的地方就看到说，那个仓库本来是被锁起来的门已经打开了，看到在比较暗处的地方，尤其是在堆满了很多课桌椅还有一些不要的东西的那个地方，就看到阴影真的有一个人好像坐在那个地方。就原来就是我们那个失踪的男同学，他坐在那个或是那女同学的椅子那边，然后呢他的头一直敲那个桌子，就一直敲一直敲，而且他一边敲一边笑，他是笑着的，他的头都血。因为其实我们发现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敲了非常的久了。结果这个公庙的女同学呢就开始就抓着这个男同学，我们就听到他说：“是无关伊的代志，请你离开。”然后我们就想说，是表示说这个男同学已经被某种东西上身了。结果他们扭打了很久，我们在外面就是好紧张哦，就突然之间看到男同学就从那个椅子上面滚下来了。这个公庙女同学说：“同学，你们赶快把他带出去。”
我们就一群同学就赶快冲进来，把那个男同学就扛了出去，就是把男同学就带到了他们家去，就是那个宫庙去处理事情。才知道说，我们这个男同学呢，事实上是那个心脏病的女同学想要把他带走，因为那天刚好是头七。然后这个女同学为什么想要把这个男同学带走？是因为他来转学来我们学校之前，他在另外一个学校，因为他心脏本来就不好，所以他不能上体育课。然后他有时候有一些打扫，就是他没有办法参与。到班上的同学就有一点点虐待他，或者是就是霸凌他，就说：“哎呀，你装病啦，什么不能你都不能打扫啊，反正扫厕所都一定我们去啊。”所以就是用言语霸凌啊，甚至于就是不跟他做朋友。那他身体就开始更不好，因为心情也不好。妈妈觉得这状况太严重，所以才把他转学到我们学校。为什么他要找这个男同学？是因为他把他的桌椅搬走了，所以。这个心脏病的女同学就以为他要霸凌他，他不想跟他当同学，所以呢，他就想要找这个男同学，要他就是要索命就对了。OK， 讲完了。以后课桌椅老师请自己搬，不要叫我们去搬。来，请坐。真的。马姐，我听他分享这个故事呢，这个年轻人，因为他是单亲家庭，所以呢，他很早在18岁，高中毕业以后，他就开始一个人来台北工作。那他就开始，因为他读的是美容美发科，所以他就进到一个美容院去，很努力的学习，从帮洗头妹开始，这样一直做，学当设计师啊，这样。他也希望有一天他能当设计师，赚多一点钱，可以改善家里的环境，这样。那因为这个小孩子，其实他一上台北的时候，他本来个性就很单纯，再加上他很努力的工作，所以他没有什么。交男朋友的时间呐，哈，就是他的感情这一块是比较空白的，那也没有听说他的同事也没有人听说他有交什么男朋友，可是有一，就是大概在2年前吧，就突然他妈妈就听到女儿说，哎，他交了一个男朋友，怎样怎样，有一个人对他很好，是来美容院认识的，怎样怎样，那他妈也觉得说这个女儿已经24、5岁了，交男朋友很正常，所以也没有多管他。可是过了3个月之后呢，妈妈就听到这个女儿打电话回来的时候就讲说，她想要跟这个男的分手，就开始讲说她觉得这个男生怪怪的，常常都不见人影啊，怎么好像对她没有友情，所以她要分手。慢慢妈妈就发现说，哎，这个女生怎么好像越来越少打电话回家，而且也没有回南部家里的。她妈有一次上来的时候发现她女儿受伤了，那她也不知道她的伤从哪里来，他就去问他，问他，他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这样。然后呢，他妈妈就只好打电话给他上班的地方，就问说：“啊，最近他好不好啊？怎样怎样？”可是今天他的同事说，他最近怪怪的哦，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为什么会跟公司借钱？其实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直都很节省，而且寄钱回家。那现在呢，他也没有再寄钱回家了，可是他竟然还跟公司借钱，那他钱去哪里了？其实他的收入应该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又说他现在常常会迟到早退，或者是他的气色很差，感觉上他好像是嗑药了，你知道吗？因为年轻小孩嘛，他就想说他是不是交了坏朋友，去哪里玩了哈。可是他妈每次上来他都一定把他妈赶走，他脾气变得很快，很暴躁，很非常没有耐心，跟以前简直换了一个人，你知道。那他妈想说怎么办，就很犹豫，他是不是应该要报警，他是不是要报警，报警叫，因为女儿如果吸毒的话，你要救她，你就一定要报警嘛。只有警察来介入才可以把她这个毒戒掉嘛。所以她妈妈也很犹豫，可是报了警之后，这个女儿一生呢，她会担心女儿的名誉是不是就毁了？她这一生会不会有这个阴影？哈，她也很害怕。跟她的好姐妹在聊到这个事的时候，她说：“那不然去问一下，问一下神明好了。”看是报警对他比较好呢，还是说让他自己觉悟？当然要带这个女儿去嘛。他就怎样骗，就把这个女儿就骗到了这个陈老师，就是那个妈祖娘娘的宫庙去。然后呢，他一进那个宫庙的时候，全部人都以为他是嗑药来的，因为他就这样神情这样恍惚，然后那个路都走不稳，两眼无神，然后那个黑眼圈，然后那个整个人就是一个。反正大家都认为他嗑药，都说闪远一点。结果换他看的时候，他一坐下来，妈祖娘娘就说：“他不是嗑药，他被人家吓服了。他被吓的是痴情咒，痴情咒，痴情咒。
到底是谁下了狠毒的痴情咒？更多惊悚内容马上回来。说他不是嗑药，他被人家吓服了。他被吓的是痴情咒啊，痴情咒，就是说这个女生她一定每天都要看到她的男朋友。如果她没有看到那个男朋友，她就没办法吃，没办法睡，没有办法过日子，她会歇斯底里，她就一定怎样都要见到这个人，她才可以，就哪怕是见个十分钟，她就安心了。其实她常常是没有办法看到她男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她男朋友是有老婆的。哦，这个男朋友他明明就是自己有老婆，他没有办法跟这个女的在一起，他还下了这个女生的痴情咒，然后呢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女生在她跟她这个男朋友交往三个月之后，她发现这个人是有太太的，她就跟他提出要分手，可是这个男的不愿意跟她分手，就把她带到山上去，然后威胁他，如果要跟他分手，他就要把他推下去之类的。这个女的还是很坚决的要跟他分手，他就真的把他推下去。所以这个女生受了伤之后自己回家，可是她都不敢讲。那这个男人就知道她很坚决的要跟他分手，他就去找，去给他下这个痴情咒，是半报复的心态了，我会觉得。后来妈祖娘娘就一关一关帮她处理，每个礼拜要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个女的身才慢慢的清醒，慢慢才想起来她跟这个男人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这个男的打她，去恐吓她，拿她，而且逼她给拿钱给她花，所以这女的最后没有钱，她要去跟公司借钱嘛，吃她的用她的，还打她，还要威胁她，还每天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来见她，之后她就很折磨啊，这样。然后最后老师告诉她说，还是要过，就是如果真的要解掉，因为对方的那个不知道是怎么解决，要最后是老师说你最好先出国一段时间，要过水过火焰水，让他没有办法，暂时他没有办法找到他，才把这件事情化解，才把这件事情才停下来。这男的好坏哦，是不是很坏？真的，请问一下有没有小脸瘦身咒？你以为是哈利波特吗？不想被人家吓这种，有没有小脸瘦身咒来一下，然后再加一个变壮咒，要流汗才有用。下一棒，王宇。你来，我很开心。我又没吓你，你千万不要吓我！吓你，好大声，好大声，我很怕鬼，好大声！大家评评理，我刚我有吓到吗？有，我是呜。我看我们这边，他裙子都飞起来了，还没吓他。选个日子和他住。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我一个朋友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刚好搬了新家。然后因为他无神论，所以他其实没有很相信就是神鬼这种东西，可是因为搬家是大事嘛，所以他就听了就是大家的意思，就挑个日子然后搬家。搬了新家之后，他真的就去请一些亲戚朋友来，就是办个乔迁趴。可是隔了半年呢，渐渐的房子就开始出了一些状况，比方说就水管破裂，然后天花板渗水。尴尬，我讲话走一集就把故事讲完。大家冷静。好，然后呢，因为它是新房子，不应该会发生很多问题，可是很奇怪，水管怎么可能破裂，天花板怎么会渗水，甚至它你们知道气压式的门都是一开了之后是慢慢关嘛，因为他们有7岁的小朋友，所以会装那个门。可是很奇怪，那个小朋友呢，3不50的，只要经过那个门就会快速的就夹到小朋友，所以我朋友就有点不高兴，就觉得花了那么多的钱去装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所以他就请了厂商到他们家，就是把门就是去换去修，
可是很奇怪，每次修好之后，就是隔了一阵子又会发生同样的事情。那除了发生就是家里有一些就是小小事情发生以外呢，他的小朋友以前就是非常活泼，然后周末一定会带他去骑脚踏车啊，去溜冰或者去公园玩，这样子都会吵着要去玩。可是慢慢搬到那个新家之后，他就开始就是周末他爸爸要带他出去玩，他都说不要。然后上学也是，就早上起来一定会大哭，甚至要他去学校的时候就会一直跟爸爸闹。所以爸爸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你到底是怎么啦？你不喜欢上学，不喜欢出去玩吗？然后他儿子就会回答他，宝宝很好玩。然后爸爸就想说，宝宝是谁啊？他就指就是从小到大玩的一个恐龙娃娃。可是那个娃娃其实小时候都叫阿吉，所以也没有叫做宝宝。那除了小朋友之外，他也发现他老婆开始变奇怪了，就开始变得有一点懒惰的。就每次他回家的时候，地板都是好像有很多灰尘，就好像没有拖地或吸地。因为他老婆情绪也变得比较不好，比较暴躁。只要他老公就说：“哎，你为什么不怎么样？”就是大声一点点，他老婆就会开始大哭，就是或会闹情绪跟他吵架。但是最后，我那个朋友是真的受不了了，因为夸张到就是他小朋友上学的衣服破掉他也不缝，然后煮的菜都很咸啊，要么就是很辣，这样就很重的口味。他就说你最近怎么了？然后你是不是有什么委屈？他老婆才跟我那个朋友说，他说他觉得这个房子有点怪怪的。他说他搬进去之后，他不是说不做家事，可是每一次就是他拖地啊或吸地之后，不知道哪来的就是灰尘，就是他又就是脏了。然后甚至他自己有的时候会恍神，就是炒菜的时候明明菜刚放，可是不知道一恍神就是好像已经放盐，也不知道放了多少。所以他就开始有点，就是他觉得自己有点变得不正常这样子。他老婆就说让他最担心的是，就是有一天晚上他想要看小朋友，要哄他睡觉嘛，经过房间要进去的时候，就听到小朋友在里面玩，然后就听到小朋友在那边好像跟谁讲话这样子，就听到说你是谁，然后就听到一个声音是他没听过的，不是他儿子声音，说我是宝宝。然后他老婆就有点吓到，然后又听到那我是谁，他儿子问，然后那个声音说你是下一个宝宝。所以他妈妈赶快开门，开门可是又没有人，只是那个小朋友拿着恐龙娃娃就发呆。他就一直跟老公说他觉得反正这个房子有问题，可是他老公想说哦，可能是搬新家，然后老公很忙，所以他都是一个人要就是整理家里，要照顾小孩，可能精神没有很好，所以只是他太累了。所以他就跟他老婆说好没关系，你今天先好好休息，那我来照顾小朋友，这样子你就先好好睡，明天我们再说。到了半夜，就是突然之间听到就是好像窗户就是砰一声，然后就好像有风声。他想说怎么窗户会打开啊，他走到客厅看也没有事啊，也没有窗户开，他就觉得好奇怪哦，那难道听错了吗？然后他就经过小朋友的房间的时候，就听到就是风声咻咻这样子。他说哦，我儿子的房间。他一开的时候他就真的吓到了，因为他儿子呢就站在那个窗户边抱着娃娃，然后那个时候一开门，他儿子回头说那娃娃就掉，然后儿子说宝宝宝宝，然后要跳下去。所以我那个朋友吓死，赶快冲过去就把他抱下来，然后抱下来的时候说你到底干嘛，你为什么开窗门呢，你干嘛站在这边很危险。他说哇好怕，他在那边，他就指他那个房间的天花板。然后那个天花板呢，因为他们有开夜灯，其实房间是蛮亮的，可是在那个天花板就是有一个很像，就我朋友形容是那个蜘蛛网黑黑的像云一样，然后它还会飘动。他看到之后，我那朋友是从头就是到脚整个头皮发麻，然后就赶快抱小孩把老婆叫醒，那一天就赶快住在就是饭店，就没有回家。然后他老公就觉得真的是有问题了，所以他就去找师傅，就是到房子就想说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鬼还是有什么。那个师傅来的时候，他说你们风水真的很好，哎，怎么会有犯煞？然后就请我那个朋友就是
讲解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讲了他挑日子啊，什么什么什么。他说哦，你是不是只是挑日子？但你没有看到，就是来到那边的人，他的八字有没有冲到，就是那边的方位，就那天有没有冲到？那刚好他有一个亲戚冲到了，所以带了一些就是兄弟就是进来。那有一个是住进那个娃娃里面，有一个就是一直在找他老婆玩这样子，所以最后就是就有去处理了。然后他现在不是无神论的人，那就是还蛮相信，就蛮就是好像要小心这样子。嗯。哇！讲得正好，又吓到。对呀。五五就是一个欢呼的一个欢庆的一个声音。你第一次叫的，你知道他叫的有多大声吗？我自己也吓到，很有威力啊！怎么会这么大的反扑？有没有？哦，第一次被人反扑扑打到过，太强太强！来，预备，请投票，觉得这个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然后过关来换位置。对，不用怕，不用怕，倒背走。好了，马上进行灵异大问号。这礼拜有什么样网友投稿什么样的照片呢？小老师，这是一个女孩子，她用那个自拍神器，她自己拍。而且她下面有个脸。嗯，她无意中拍到这个，她就很紧张，我是不是拍到好兄弟？然后好兄弟跟我回家了。但是我刚打嗝了这么久，其实你应该放的重点不是她，是因为她应该。我没有感受到从他这边出来的能量，可是这位女同学，建议你最近不要太长，晚上之后在外面玩，嗯，因为问题应该在你本身身上会有点影响，你应该要找时间去找老师问一下，或者是说你最近应该有一些。状况发生在自己身上，你自己要小心一点。是，但问题不是他，对，是你本身已经受到某些东西的影响。对，所以说，请赶快去找出原因，并加以处理。第二张，是太棒。这一张呢，是在寺庙里面所拍的照片。哦，寺庙里面的那个造园亭景嘛。是。然后呢，网友寄来是说，他当初这样子拍啊，他有看到这个人，他当下有检查。嗯。他是说一个肩膀，哦，但 OK 不影响构图。可是他那个时候看是肉色的，但是回到家，隔天再检查变成蓝色的，所以他很有一点怕，说是不是拍到好兄弟或什么之类的。但不用担心，因为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的灵界的能量，所以应该不会。好，单纯的照相机坏掉，曝光过度，还是手指头不小心，曝光过度。更何况你在庙里面，而且这个庙很有名的一个，蛮有名，哦，历史悠久的庙，所以在里面你不用担心的，就算有的话，也应该是神明，也应该是仙女之类的，对，不用太担心。好的，下一棒，下和仙，跟他们交个朋友吧。因为前一阵子我们去厦门工作，我跟小优我们两个人，然后呢，那时候其实还有随行的一些工作人员。那时候我们在 check in 的时候，饭店的人就跟我们说，哦，其实今天的住房率满满的，所以我们可能要被打散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是住四楼，因为它是在最靠楼梯间的对面这样子，因为那个门是有一点镜面的，所以我就反射到说，哎，我右后方还有一台，就是门的右后方，斜对面还有另外一台电梯，但那台电梯是。没有开的，就是只有一部老旧的电梯。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刚刚干嘛不坐这台电梯上楼就好？为什么我要从最前面走到最后面？然后我就想说，电梯没开，那算了，我就敲门，然后一样进去。然后行李箱就开始打开来，我就开始整理东西。然后我就边整理，然后就闻到想说，哎，为什么房间里面会有烧焦的味道？那因为我自己随身都会携带那个香氛蜡烛，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就找了一下。刚好饭店的那个电视旁边有一盒火柴，然后我就把它直接拿出来，然后就用了，然后就把它点着之后，我就开始又在整理东西这样。那因为第一天我们工作大概也工作到11、12点，回到酒店也大概已经快1点了，因为我们其实有买了一堆水果啊吃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想说啊，那不然去小优的房间吃那些东西好了。然后我就到四楼之后，我一样就自己走到最后，然后我就一样。开了我的房门，打开来一样有烧焦的味道，
那我就想说，哎，好奇怪，到底为什么烧焦味道会一直在房间里？但是，然后我的蜡烛其实是已经没有点了，所以那个味道就更浓。我想到算了，我先梳洗一下好了，所以我就进到浴室，我就把东西那个，因为我们不是都会踩脚垫，它是放在那个门上面的嘛，我就放踩脚垫，然后浴巾拿了就开始洗澡这样子。然后后来洗完之后我就出来，然后发现我的踩脚垫上为什么黑黑的这样子，就是有一点灰这样子。但是我在铺的时候是，因为通常我们铺拿下来一定会抖一抖放下去，可是我洗完澡出来看到想说，哎，为什么我的踩脚垫是黑的？后来我想说算了，我就浴袍穿着，我就走上去，然后我就到了他们房间，然后大家就在聊天，我就说，哎，你们房间有没有烧焦的味道？为什么我房间烧焦味道这么浓？然后因为小妖房间就是没有嘛，然后工作人员也说，哎，他们也没有。然后我就想说，那到底我房间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为什么到底会这样子？那我们大家可能有喝了一点点啤酒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想说啊，那算了，解散，大概已经三点多了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小优的房间在五楼的中间，所以我上楼梯之后会经过这个电梯，再才到小优的房间。然后当我出来，我就在用手机的时候，刚好电梯门是开着的，然后我就想说，哎，电梯可以搭，那我干嘛要走楼梯？然后我就用手机，然后就走进去了。然后那时候穿着浴袍嘛，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就进去之后，然后就按了一下四楼，用手机按了一下四楼，然后再按关，然后按关的时候，手机这边就黑黑的，边边就黑黑的，我就想说，哦，怎么黑黑的？我就擦了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就继续用手机嘛，然后电梯就下了一层楼之后，然后就打开了，打开之后我就走出去，然后因为我们电梯旁边不是都会有银色的那个横杆是扶手在三方吗？那出来之后就衣服被勾了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哎。然后就那个绑的那个袋子就掉了，我就把它捡起来，然后就披在肩膀上，然后继续用手机。然后就开门的时候，然后就想说，哎，电梯门就是一直好像有人在按开，就对了，就是一直这样子。然后就回头想说，哎，它到底是要开要关？那反正也不关我的事情，因为我反正我房间已经到了，我就进去了，我就把浴袍脱下来，然后放在床上，然后就去刷牙洗脸。走出来的时候，看到我的浴袍。刚好是那个白色的那个绑带，刚好有一个地方是一节是黑的，全黑的这样子，好像刚有人握住一样，然后拉了我一下，然后但是那一节就是黑色的。我想说，到底那刚刚那个电梯里面到底有多脏？我刚只是勾了一下，怎么会这么黑？对，怎么会这么黑这样子？那当然，那个烧焦的味道就一直还是在。然后我就想说，啊，那刷完牙，因为隔天还要工作，我就睡了。那我在睡觉，睡，大概快早上的时候，我就听到外面好像有人就是一直在跑步，这样砰砰砰砰，就大家有在急促的在奔跑这样子。那我就听到电梯门就是一这样，也是一直开开关关，一直开开关关。然后我想说，为什么就是大家这么早出门这样？然后我就起来，因为太大声，我就开门，然后看了一下长廊，然后看了一下电梯，都没有人。我想说，他们跑得也太快了吧？怎么会移动的速度这么快这样子？那我说好，那算了。第二天我们出门工作回来的时候，我就走，发现我的鞋子侧边都是黑的。但是我就想说，好，那如果内地有可能有沙尘暴，可是也不可能会黑成这样子。因为我们这第三天就要离开了嘛，所以我那时候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我就整理，然后我就想说啊，那蜡烛也把它收进来，然后想说，哎，那个火柴盒很方便，那我就一起把它放进包包里了。然后我就在睡觉的时候睡，然后听到就是我的床铺旁边好像。就是有一个人这样子压在我的那个白色的床单上面，然后就这样子。一连串无法解释的现象后，他终于现身了。夏河西会如何抵抗呢？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我就整理，然后我就想说啊，那蜡烛也把它收进来，然后想说，哎，那个火柴盒很方便，那我就一起把它放进包包里了。然后我就在睡觉的时候睡，然后听到就是我的床铺旁边好像就是有一个人这样子压在我的那个白色的床单上面，然后就这样子，就这样看着我这样子。然后大概那时候7点多起来，我起来的时候我就看起来，那时候已经天亮了，我就看到旁边这边有两个。黑色的手掌印，然后我就更确定说，好，昨天还好我没有张开眼睛，因为我可以感受到这边有一个东西在看着我，这样，然后他是这样子压着，然后这样子看着我。后来我就回到台湾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天回到家在睡觉的时候，我居然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居然有闻到烧焦的味道，那我就觉得好，
这个不对劲，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东西在身旁。然后隔天我就去找了庙，去找了老师，我就说为什么我去住的饭店有烧焦味道，为什么回到家里还是有烧焦味道？然后老师又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有拿了一盒火柴？然后我就想说，啊，对啊，火柴怎么了吗？那个火柴不是是免费可以拿回家的吗？然后他就说，你带了两个人回来，那两个人他们那时候住在你的房间，然后因为那个饭店的那个电梯失火过，从来没有人敢搭那个电梯，只有你敢搭。那时候饭店的后半段是失火的，但他们是搭电梯下楼的，在失火的途中电梯是打不开门的，所以那两个人就在电梯里被烧死了这样子。然后饭店说他们其实他们觉得说那就是电梯不要拆就好了，房间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就说既然你把那盒火柴带回来，就代表你要跟他结缘。那我就想说，不就是一盒火柴吗？为什么可以搞出这么大的事情？所以那个老师就把火柴拿走，然后他就帮我处理好这件事情，就是告诉他说，其实我没有想要跟他们结缘的意思，我只是拿来点蜡烛而已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有那个身体还是灵体是有被烧过的，所以是。我会才会一直闻到那个烧焦的味道，而且代表他们离你很近。对，但现在已经处理好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确定？小娜老师说你确定？没有啦，不要闹了。没有了啦，有也给小优了啦。你没事，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说他体质是灵异界的好朋友。哦，优很烦呢。但我有带卡，所以那个都很安全。谁没带卡？我信用卡三。烦呢，奇怪。去健保看啊，健保卡。我 Costco 卡有带。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吧？嗯。来，请投票，觉得这个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来来，过关，请去坐那边，拥抱一下。他就很想跟你做朋友。人家只是咒语的时候有发现啊，对呀，跟你骂，吓坏。你好可怕。脚痛都是他的关系。主角回家的。我今天呢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隔壁邻居的一个老爹，他今年大概70几岁，然后他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开那个大货车的。那开了一二十年呢都平安无事，那有一天呢，他因为开那个长途开车，然后疲劳驾驶，他在一个不留神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就撞死了一个小男生。他心里面呢就对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很内疚的，他就想说他想要回馈一些社会，做一些事情来回馈社会。然后呢他跟他老婆商量，就说他想要在那个山上买一块地，然后在公路旁边，然后盖了一间面馆，然后呢种一些菜，好，然后呢把其他的地方呢移平当停车场，让这些长途开车的人呢能够就说啊疲累的时候呢能够有个地方休息，然后呢有一个热食可以吃饱肚子，然后呢休息够了再上路。那他们在那边经营的大概也差不多10几年，那生意也很好。那常常经过这一条公路的这些熟客，就跟这个老爹跟他太太就变成很好的朋友。那有一天晚上大概9点多，那山上很冷，然后又下大雨。当他们走到门口要去关门的时候，就远远的就看到一个白点，然后这样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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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过来。他就仔细一看呢，就是一台白色的车子，但是呢没有开车灯。那老爹就想说，天这么黑又下大雨，然后开车不开车灯是想要害死谁啊？他这个话才刚讲完，那个车子就已经停在停车场，然后下来了一个呢穿白色衣服，那衣服有点脏的一个女生。他太太呢就撑着伞就过去把她接过来，然后就递了毛巾让她擦拭身体。老爹就是下了一碗面给她吃。那这个女的呢就坐一下子，然后就起来就要付她的面钱。老爹就说不收钱了，大家做个朋友，那你开车真的要小心，要记得开车的。那这个白衣女子走了之后呢，老爹一看，哎，那个碗面没有吃，好，那他就想要说今天大概收入多少，然后钱数一数，然后就准备要睡觉。
他打开他放钱的抽屉，就发现抽屉里面有两张冥纸，然后就很生气，这谁触我的眉头啊？怎么会放两张冥纸？就把冥纸丢掉。但是呢，当他们开始发现呢，他们的那个抽屉有冥纸的时候，晚上睡觉呢，就时常会听到他们房间里面就有人在走动，然后就有听到那种小孩子那嘻嘻嘻的笑声。那也就这样持续了一个礼拜。有一天早上，老爹就醒了，然后就准备要开门做生意，他就发现他太太呢始终就没有起来，就一直在床上睡着，然后全身是冰冷的，然后他一摸没有呼吸心跳，他就赶快呢叫救护车，然后送到大医院去急救。那医生呢就过来面对那个老爹的时候呢，就说他已经往生了，走得很安详，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脚踝啊就有两个淤青的那种手印，很严重的淤青的手印在他脚踝上。然后就在山下就住了一阵子，就顺便把老婆的后事办一办，然后就又再回到山上去。当他回到山上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奇怪，他的门是被打开的，他就拿了一个棍子，就想说一定有小偷，他就冲到屋子里面去想要抓小偷。可他发现呢，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掉，然后他去开他的那个放钱的那个抽屉，一打开里面满满的是冥纸。他说是谁在那边开我的玩笑，触我眉头，我老婆才刚死。他就把冥纸就丢掉。当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奇怪，他房间就非常非常的吵，不止他睡觉的地方很吵，就是他外面做生意的那个面馆也很吵。当他要起来的时候，他把棉被一掀开，他就发现他的脚不能动。然后呢，他仔细一看，他的脚踝呢有两只手按着他。他再抬头一看呢，原来就是那一天下大雨开着白车穿着白衣服不开车灯的那个女人。他就吓了一跳，说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有心脏病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个白衣女子呢就跟那个老爹讲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因为我肚子很饿，你可不可以煮一碗面给我吃？半夜白衣女子找面吃，如此不寻常的事件背后藏着什么更惊人的故事呢？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因为我肚子很饿，你可不可以煮一碗面给我吃？然后呢，老爹就说好，就起来就煮了一碗面给这个白衣女子吃。那白衣女子呢就跟这个老爹讲说，其实呢她那一天来，她感受到你们夫妻两个是非常非常的善良，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好事，但是呢她始终就看到呢你们夫妻两个旁边呢就有一个小男生一直在跟着你，而且这小男生呢是非常非常怨恨的，就说你为什么要把他撞死？他呢不能跟他的家人在一起，然后他也不能去投胎转世，所以他只好跟着你，想要害你们两个夫妻。这个小男生呢，他常常呢就会去从他们夫妻两个的脚去想要抽出他们的魂魄，就从他们脚要把他们抽出他们魂魄把他带走。但是因为呢这两个夫妻做了很多善事，所以这个小孩子带不走他们。然后这个白衣女子想要保护他，每天晚上都是在跟他搏斗，在跟他吵架。好，那你老婆她是自然走的，她是时间到了然后自然走的，所以走得很安详。但是呢这个小孩子呢他就很怨恨你，他就一直要把你带走，但是他就一直阻止他，但是他的时间到了，他不能再继续留下来，所以呢他就说他呢明天早上大概会有他四个亲戚来这里找他，要把他带回去。好，当他讲完这些话的时候，就突然砰砰砰砰砰砰砰急促的敲门声。那老爹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是躺在床上的。好，那他下床之后，他走到他的做生意的面馆的时候，他发现那一碗面是在的，他就去开了门，就有四个陌生人他不认识，然后有一个常来他面馆吃面的警察，
警察就跟他讲说，大概三四个礼拜前，一个下大雨的晚上，然后有一个女的穿白色衣服，然后开着一辆白车，这一个不留神疲劳驾驶就撞死在那个山壁。好，那因为他的那个亲戚呢，好几次要来招魂都招不到，但是昨天呢，这个白衣女子就去托梦给她的一个亲戚，就说她的魂魄在这家面馆里面，所以呢，他们就来这个面馆，想要把这个魂魄带走。然后这个老爹呢，他才恍然大悟，就说哦，原来这个白衣女子已经过世了，然后是在保护他。他呢就决定去做了一个法会，然后呢把他自己跟在他身边的这个小男生给度化走了。然后把那个面馆收了，然后就搬到乡下去了。这是我今天讲的故事。善有善报，对，真的。来，觉得这个故事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没过。哦，好，来，请回座。翻羊，好不想赢呐、啊。奇耶。来来，我跟你讲，这讲太正。星星迷你弹珠台，让你跟鬼一起玩，打发时间不会无聊。来，这位请，两位朋友请回座。哎呦，不要摸你而已。奇怪了，今天谢谢大家。